你好，今天我体验江花马拉松嘉年华，最喜欢了。江花呢？江花有六个很好的马拉松，应该大家听过田州马拉松、阿塞马拉松，然后呢？鹿港马拉松、下朵马拉松、二里马拉松、原理马拉松，所以这个六个。这个活动是呢，这个六个马拉松一起，然后线下马拉松、红蛋的马拉松。因为呢，现在今年那个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开不开举办这种的马拉松，所以，先我们一起这个六个马拉松一起一元线下马拉松，这是活动的意思。怎么开始呢？我们参加的话呢，要用那个 Rumble 是 LINE 的 APP， 所以先到这个 QR code 加 LINE， 然后那你来这样的，然后呢，然后先跑步任务，跑短的，这就是跑短任务，跑短任务这里，跑短任务。就开先那个江花马拉松嘉年华，然后连线跑团任务，跑团任务第三步是我的跑短走遍，然后呢第四步是什么？是选择上面的那个跑步的任务。好，那我想先点就马拉松开吗？点就马拉松啊，加入跑团。加了哦，恭喜你已经加入跑团了。然后呢？所以呢，我先田中马。对。那然后我加入田中马，然后下一步是陶健，这样。所以应该我可能那个用杠，那然后用自己的设备记录 data， 然后上传。我用杠铃上传我的跑步的记录吧。所以我先告诉你，然后呢 ，connect 啊，这样 connect 我的 Garmin 的 account， 等一下，好，我的 password， Garmin 的 password， 我的 password 不对，忘记我的 password， OK， 所以 password， 然后 BGBot connect， 哦，成功了，所以完全。最近跑步的人物，哦，很多跑步人物 ，Level One。目前就是你参加的这个田中马拉松，目前有七个人在帮忙他跑步。哦，好多人。田中马很有名的，是大家都跟着田中。然后最少要上传一公里，最少的公里数最少上传一公里。好啊，我每天跑20公里。跑越多的话，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团队可以跑得更多更快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样日短吗？我那个今天晚上去跑步，注重上传。对，因为你已经有连接你的设备了，所以它会自动上传。好啊。排行榜每天会更新。好。然后跑团任务每个月会更新。好。然后跑团会透过就是跑者解任务，然后累积经验值，跑团的徽章mark 会随着就是大家的经验值变得不一样。哦，很有趣呢。好，那第一个方法是我自己跑，然后办田中马拉松跑比较快吧。 对，跑比较快。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？第二个玩法的话，也是我们跑步，自己跑步，然后每次上传至少一公里，那我们可以增加运用在自己的团队里面，增加我们跑步的数量，也可以去减少别的团队他们的跑步的里程数。那在彰化跑步的话，里程数有2倍哦。哦，那我要去彰化。你要去彰化跑步，还是我跑自强？那你
去彰化，加油！哦，所以那个鸡蛋的跑准是田中马的，我的跑准的前面的话，我跑一多一点，然后鸡蛋的跑准可以空，加油！好，那大家想要参加的话，怎么样？啊，我知道。对 ，iRunner 报名，或是加入他们的 LINE 跑步吧，报名。嗯，对。那费用呢？费用是免费。免费？好，很好。那什么时候开始？一般报名的模式是7月15号到8月15号。7月15号开始哦。完赛的话有什么？完赛会有完赛证书。完赛证书。然后，如果你要那个奖杯的话，可以加购他们的新手包跟那个奖牌。好。那新手包里面会有 L 夹，然后 T 恤跟号码布。嗯。那因为我参加田中马拉松吧，所以大家一起参加田中马拉松，然后帮田中的跑团加油吧。好，加油。好，谢谢。那我现在就跑步哦，加力强，力强，拜拜。One hour later， 好，大家第一天跑完了，那跑完了的时候呢，这个记录，今天我跑10公里，对，10公里的记录啊，那 APP 知道我在新竹市啊，然后公鸡什么什么的，电机什么什么的。然后呢，排反干什么？排反方式这样。哦，我的田中马是第二名。哇！第一名是鹿港马拉松，这里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今天10公里慢慢跑而已，我明天大概跑20公里，所以我帮田中马队加油。好，明天继续叫。Day two. 大家好，第二天跑完了。第二天我跑间歇跑2公里3次。我大概每个礼拜1次这样的运动，间歇跑每个礼拜大概1次，没有比赛的话。然后呢，今天我的配速不错啊，配速在这边有第。一间是3:52每公里，然后第二间是3:47秒每公里，然后第三次是3:40、yeah! 最快的啊，这个不错呢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呢。好，那。田中马的排放怎么样呢？看一下。好，这样我的手机自动用 GPP Garmin 的记录上传这里啊，新竹市的跑步2K3次，然后呢田中马还在第二名，鹿港马很好呢，差很多，差大概2倍呢。好，我今天呢，今天不是2K3次而已，今天早上跑大概10公里，所以我跑20公里一共，但是还差很多呢。然后田中马拉松的里面呢，你可以看排行吧。然后我是第二名，我想拿第一名呢，所以我继续加油。2000 years later. 好，大家第四天，礼拜六，今天我跑东盟马拉松的路线的试跑，21公里。我 check 那个路线录音，所以大家你要去的话看一下。然后呢，跑完后这样有记录哦。今天是21公里，然后呢，我拿得到2个奖固。个人的经验值，然后我的跑团田中马的跑团的经验值，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应该先好，好啊。
然后呢，田中马戏还在 The Army。如果蛮很长呢，我每天跑20公里左右，但是如果蛮还在第一名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啊，田中马拉松里面的排行我第一名呢，很开心，我只是加油。但是我们大家一直要加油啊，因为如果马拉松是第一名啊，田中马拉松是第二名，所以我们田中马的里面的。欢迎完，一直这样吧。The next day， 大家早啊！今天我想的 YY Sports 的时间。昨天那田中马拉松排第二名，说我今天努力跑哦，大概15公里试试看，田中马拉松可不可以拿第一名？好，这样吧。好，我跑完了，今天 YY 的时间真的是是一天呢。然后今天呢，我的配速是359，上面是，我应该第一次这边的路线上面是吧？哇塞，真的！因为那个现在天气很热，所以我上午就很好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那然后呢，今天我大概3公里的线，然后11公里，然后受潮6公里，所以大概。20公里吧，那然后试试看。所以我呢，田中马拉松不在田中马拉松队参加，所以田中马拉松队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呢？昨天田中马拉松队第二名，所以我帮田中马加油啊！今天有那个 certificate， 他、今天跑的20公里的。那然后呢，田中马的排名呢？应该排款吧，这个。田中马，诶，田中马第三名了。哇，应该其他的人跑比较多呢。怎么？对哦，上次田中马第二名，这现在第三名呢？啊，怎么办？好难哦。那我的排名是田中马队的里面第一名。65公里，这个礼拜，那还好吧。那我明天再加油。田中马，那你这个加很大呢？这个不行啊。田中马是53公里呢、所以第一名是89公里，所以我要跑几公里啊？30公里以上呢？那这个很难呢，有点难呢。好，我继续加油。加油。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Later， 礼拜一，钱包跑完了11公里，那看一下排行呢？田中马现在第二名，第三名呢是第二名，很开心。田中马团的里面的个人的排行是我。第一名，开心。好，继续加油吧。因为我昨天跑很快啊，所以今天我再练习慢慢跑而已。好，晚上我再跑10公里，试试看。2000 years later， 走走走，今天跑10公里，10公里，好，加油加油。你今天跑几公里？Emma， 我跟他跑完了大概10公里，那叔叔出来了，大概10公里，然后田中马拉松的田中安呢？第三名呢？田中马，朋友们，一起加油吧，我们第三名哟、前面太难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好，跑完了，晚上10公里啊，吐手来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试试看，不是今天我不是加自己的跑团的力量，我拖其他的跑团的力量。现在呢，第一名是阿陀马拉松，所以呢，我拖他们的力量哦。
好，应该小朵马拉松的离圈减少了吧？你看，我。2000 years later， 我早上跑在10公里，但是点钟嘛还在第三名，所以今天我拖了10公里的里程，从卢港马拉松现在第二名，但是我拖了10公里，点钟马拉松还在第三名，所以呢，我刘宇文。里面有那个 BBS， 然后我说点中嘛加油，所以点中嘛跑团大家一起加油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跑跑完了，今天呢很小，2公里，因为呢早上我去那个上电台，早上没有跑步，然后呢晚上一点点而已，因为我。礼拜六有比赛，然后我脚有点点累呢，所以我今天休息一下，所以我跑很少。继续来了，2.5公里，很少呢。继续也来了。好，那我的排放怎么样呢？排放，我怎么样呢？咦？点球马拉松最后一位，应该知道的跑团透我们的里程吧？怎么搞呢？然后点球马拉松的里面呢，我是第一名，这礼拜跑啊，对，7月跑144公里，所以我第一名。大家点球马的。大家一起加油！所以呢，目前2020马拉松第一名，101 point。然后我们田径马拉松2.7 point， 怎么那么少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他们偷我们的里程嘞。怎么可能？太可怜了。然后这个，我发现这个留言板里面呢可以聊天哟。所以我都点中嘛，对，加油！但是大家没有含义的样子，好啊。那我明天继续跑步哦，拜拜。One eternity later。Hello， 大家结束啦！江发马拉松嘉年华的活动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呢，我参加的点中马拉松团的成绩怎么样呢？哒啦！最后第六名，最后一位，怎么可能？我努力每天跑20公里哦，但是还在最后一位，最后一段。我觉得前面太强了，第一名是阿里马拉松，然后第二名是夏多马拉松，他们太强了，他们有100分呢，我们是。比前2公里而已，我觉得啊，所以第二个玩法呢，你可以拖其他的跑团的里程呢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点中的跑团的里程被偷了啊，怎么办？因为呢，我每天跑20公里吧，所以应该有里程20公里吧，但是现在2公里而已，2公里而已，怎么搞？一定要被偷了呢，这是，但是这是哪一个这个游戏的好玩的地方？你可以偷其他的跑团的里程。好，那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呢，再一次7月15号开始再一场，所以我应该再要参加田中马的跑团，所以大家一起参加田中的马拉松。跟我一起加油吧！田中马一定这次要拿第一名吧？好，所以大家紧张着田中马的跑团，然后一起加油吧！好，谢谢大家。我是 Tom， 谢谢看我的影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拜托了。
然后比赛时看到我的话，一起拍照吧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